它这个塔的顶上是一个灯泡，好像是个灯泡，我也看不出来是啥，只有晚上能知道。这个建筑也是被炸熏黑了，你看着没？这个中间这一块应该是老的，底下是新修的。我就走在这个地方。艺人在这儿吹弹。No thanks. Just take a video. Sorry. 刚才有人找我签名，大家看到了吗？直接上来就问，如果真是签名呢，没问题，重要的是他收钱，一下收20欧，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呀。这个里边不错呀，德国的这种教堂的感觉。